智商差很多。有摄影机看不出来。
应该要翻个影片结合的时候，因为发的一开始都有拍一声，它会抓那声音啊，我是才会同步。我们这个没有声音，所以应该还好。它不用对声，它画面之间其实是跳跃的，其实观众也看不出来，应该还好。 就是你怕的是看不出来他在画什么。现在一定看不出来。是啊，太轻了。神父都钱花在摄影器材。不是发生，是花在贡献在教会上面的用品。嗯，是。因为他买电脑什么也是用来教会，不是他自己要用。 这个也可以用啊。所以那个粉丝妆是怎么样？中国版粉丝妆是怎么样？主要是我会包。对对对。难怪风格都很活泼。你们那个？那这边现在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它刚刚只是画一个那个轻微的轮廓，现在就比较画一些比较精准。
可以帮忙把另外一台相机放在寇特斯教授的那个右边吗？我这边应该不会被拍到吧？我应该不会。OK。因为我有一个摄影机，我把这个粘在那摄影机上。哦。因为我每次怕忘记啊，哦，所以那个就少了这个。哦。我刚才想到。哇。还是预防你的也上来，那上台不行，因为我他想要拍全部。好的。不用。嗯。We saw in the Europe's chair. Just Yes, yes. 这个不好画，因为会啊，砰砰的。对，所以他一只手要这样，应该定的时候要定下面一点这样，嗯，啊。它不牢哈，没有贴。不是不牢了，没有贴紧。对对，没有贴紧，有牢的。这个，然后等教授给你开会，在那个电视播放它，就是一直播这样子。好，我们要中午休息了。
休息的时候会打分数给你。好，八三零三。谢谢。The filter. Oh, you put filter. No, I don't. But I think it has some filter because the color is different. But why you use this color? Because the same. There's no difference. Because this will not take the same problem. Okay. Maybe we can stop it. Okay. Use the other colors. Okay.